今天我要介绍这款手机游戏 Clean， 就是要挑战你的操控极限。玩家们要控制一只小小的章鱼，利用你的触手挂住挂钩，在墙上爬行。不过可要小心，千万别掉下来喽。Sling 是一款轻松好上手的小品游戏。游戏中，玩家将操控这只像章鱼一样的生物，利用触手抓住点状的挂钩移动。游戏提供两种操作模式，可以透过虚拟摇杆或是朝着触控的方向移动，但在路径上一定要有挂钩，才能确保你不摔落地面。当触控移动距离越长时，这个紫色的章鱼也会越爬越快，这可以让你有办法飞越一大段没有挂钩的距离。游戏的关卡地图不会太大，很适合喜欢不断挑战晋级的玩家。章鱼独特的移动重心在游戏的过程中也会感到很有趣。如果你在找寻一款耐玩的轻松小品，不妨尝试看看这款游戏咯。